我们来看一下粉丝战争领主分享的一个素材。哇，没有想到，100个哥布林呢，刚好100个。看一下他是怎么打80%的，用这哥布林能打80%已经是个奇迹了。他应该是失手了吧？80%才一颗星，如果是大本营被打掉，说不定肯定是会3颗星的。可惜的，他失误就失误在这个大本营应该是没有把他解决掉。如果大本营解决掉，那又不一样喽。先把天鹰打掉。天鹰直接闪掉，再把这箭塔闪掉，加农炮没有闪掉，没关系。蛮王、飞盾、女王、守护者全部一起上。哇，这个进攻的玩家，这个蛮王他应该是，他来干嘛的？偷大本的，绝对是偷大本的。然后这里给他断边一大堆的哥布林，现在两边有哥布林了，出来一条雷龙，这女王放大招了，4个英雄的大招都没了，可惜啊，这蛮王没有把这个大本营打掉。要是能把这大本营打掉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真的是3颗星，哇，扬名立万呢、啊。像这样的高手还是比较难见的，现在打80%已经很厉害了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用100个哥布林去挑战一下这样的14本。虽然说它是个素本，但是它那些所有的群伤建筑那不是吃素的，进攻的玩家算是尽力的。80，1颗星，可惜一人。要是能打3颗星，那就最好了。好了，视频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